下面请您欣赏相声《你要锻炼》，表演者孟鹤堂、周九良。哎，谢谢。哎，您放这儿，把那大恐龙。感谢大伙儿啊！啊，刚才三哥孔云龙啊，嗯，那个张少伟、张九来啊，两个人说了一段，张嘴就来啊，非常的不容易啊，是啊，里面也加了不少自己的包袱，非常火爆。啊、今天呢是郭老师相声的那个一个专场，展演，对啊，郭先生的相声精品专场，我先给您道个歉吧。对，为什么呢？我怕我演不好。哦，哎呦，太难！跟您说实话，太难了。是，嗯，郭老师的作品，像我们这阅历少的这种演员拿不动，就是小演员，真拿不动，说不好啊！真说我们这后台那些个演员，好家伙，这几天，哎，各位，我跟您这么说，这几天怎么样？前所未有的，我看到那个学习气氛呢，特别浓厚。那应该的，连高峰高老师都面壁思过呢。好，犯多大错了？太难了，太难了。拿我们小哥俩来说，资历尚浅啊。对啊，说人郭老师的作品说不好，没说几年相声、啊，所以说给您道个歉。也就十多年才，对，也不少。嗨、哦，也不少。人家上台来呢，得做一个简单自我介绍。还介绍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我叫孟鹤堂。还是那么客气，没有什么名气，大伙儿都喜欢您。小学生啊，特别这么小、小学生、啊，小学生，您不一样了，比划的太小了，您就不一样了。您说的是假睫毛，你知道吗？假睫毛，好，那您不一样，您这么大，您大学生，我这那么大啊，我这假发，我搭档周九良，哎，周老师，哎，晚上好，哎，谢谢。相声说的也非常的不错呀，哎、您夸奖我呀，啊、说的非常的好，对呀。啊，我们俩人说了十多年相声了，哎，对，十多年了，来了十五六年了，哎，那就是，那可不是，来十五六年了。对，您各位也多来听相声，嗯，多听听郭老师的作品，我也喜欢听啊。那你笑一笑，对身体有好处。对，对不，清气上升，浊气下降，食归大肠，水归膀胱，有好处。啊，老话说得好嘛，笑一笑，少一少。对，笑一笑，十年少。为什么突然看着我？你这不叫传播那个叫什么封建迷信吗？这不是什么封建迷信？这话能说吗？台上我说啥了？笑一笑十年少，这话能说吗？哎，我以为说别的了呢，吓我一跳。笑一笑十年少，这是老话啊。不对，完全不对啊！笑一笑十年少不科学。怎么不科学呀？你笑一笑十年少，嗯，你比如说啊，我这抖一包袱，大家一笑，哈哈一笑，哎，少兴十岁，年轻十岁多好啊！不可能，这怎么？这都迷信啊！你咱这么说，有一大哥，哪大哥踢条一大哥吧，反正就那大哥啊，别指啊，也不敢指。那大哥三十了，三十岁大哥、啊、在台上，嗯，我这抖一包袱，大哥咔咔一乐，二十了，这多好啊！啊，小伙子一样，年轻十岁。对呀、啊，不科学，怎么可能呢？我再抖一包袱，大哥嘎嘎嘎一乐，十岁了。嗯，十岁了，儿童了。对，我再抖一包，大哥嘎一乐，一岁了，大哥赶紧往出爬啊！为什么呀？我再抖一包，您就没了。好，给人说回去了，对不对？你说这玩意儿，笑一笑，少一少，嗯，没有十年少这一说，嗯、对不对？笑一笑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啊，哎、对不对？啊，你能长寿。那、你看周老师今年啊已经63了，对。63岁的老谁63了？您多大岁数了？73，七十三不是，不是，多大岁数？60不是什么60啊？29。你给我闭嘴！啊，29？你哪年出生的？你管着吗？够不要脸！前年他就说29。哎，要打前年我就开始29了，今年还不能。希望您能长寿啊！对啊，希望能长寿。给大伙儿多说几年。希望您能活到100岁。哎呦，谢谢您。我说话未必准啊。嗯。跟放屁一样、啊。这叫什么话？嗯，活200岁。哎呦嚯，那不敢想象啊，行不行？嗯，
500岁。哎呦，还好，500岁，五百岁。哎呦，这五百岁老艺术家呀，周九良啊，啊，您的粉丝啊，那会儿都来看您了，是吗？来看我的粉丝还能活到那儿，都是500岁啊，500岁老艺术家，相声老艺术家周九良跟哪儿呢？在哪儿呢？跟哪儿呢？啊，这不在盆里呢吗？王八是怎么着啊？盆里吗？那什么动呢？还动呢？行，别提了啊！旁边那个画没了吗？那是那逗哏的。没听说，您看人都希望长寿，是大伙儿都希望长寿，我也希望长寿，都希望。没事，我就到处找那个长寿的秘诀，我也替您各位找一找。哦，那天我去哪儿？去那公园。哦，有那个老头跟那晒暖，晒太阳。大老头跟那晒暖，啊，在那长椅上都这模样。好家伙，岁数不小了，是啊，大白胡子，白头发，一脸的褶儿。嗯，我去问问吧，问问。爷们儿，爷们儿，晒哪儿？老头什么反应啊？不、哦，岁数不小了，离死不远了。爷们儿，您高寿了？多大岁数？还小呢。多大？88。不、哦，88还小，88，问问吧、嗯，怎么还不死呢？对，你怎么还不死呢？不是我得有那么聊天的吗？为什么不死啊？怎么还不死呢？您有什么长寿秘诀？您有什么长寿秘诀吗？啊啊，豁达，豁达啊，想得开，哦就是、心态好，什么事儿都不往心里去、哦、啊，不存事儿，从来不开心，哦，不生气。嗯，不往心里去。嗯，我儿子都不是我的，不往心里去。我说您高 啊，你看了吗？嗯、想长寿是是是，想长寿还得想得开，想得开，心胸得宽广。嗯嗯嗯。问那位旁边这位，好，那位大长胡子，白头发，嗯，岁数比这还大了。是吗？我说爷们儿，爷们儿，啊，哇，有岁数。嗯。您高寿了？这多大岁数啊？啊，96了。96了，近100岁的老人啊，还不死呢？你行，可以了。啊，可你没让人打死啊你？不是怎么问来着那句话？啊、有长寿秘诀？您有什么长寿秘诀吗？啊，对呀。啊，多吃青菜。哦哦哦。啊，只吃青菜，只吃青菜啊，晒太阳、哦、晒太阳吃青菜啊，这老头是光合作用的是吗？我说他晒太阳呢，真好、嗯、你也注意身体健康，你就多吃青菜，这就能活到96，少吃肉、嗯、哦，那位岁数更大、啊、更大。不是您有什么长寿秘诀吗？啊，哇，这得过百了，这得啊！哎呦嚯，哎呦嚯！不是您有什么长寿秘诀吗？啊啊啊！咋了？哎，对了，长寿秘诀，长寿秘诀啊啊！都干什么？啊，多交女朋友。哎，一个礼拜换一个女朋友。哟，去夜店。一头房，100多岁还去夜店啊，不能闲着。哦，我说您今年高寿了？多大岁数？35。哎，好家伙，早该死去，你知道吗？真好，你看这老包包还能乐，你看多好，真好啊啊！要想长寿，身体健康，嗯，对不对？对，哎，您得注意自己的身体，这个吃啊、喝呀、心情啊，都得注意。要摄入跟心情，不能瞎造。这一点我得批评你啊！我怎么周九良得批评你啊？怎么呢？抽烟啊、哦？嗨，不能老抽烟。我以为你说我天天搞对象呢，一天换一个。老抽烟，抽牙都黄了啊？是，但倒不至于的。是黄了吗？还行啊。哇，好慌啊！啊，是抽烟是抽的还是啊？是抽烟，抽烟抽的吧？啊、这少抽烟，专家有点多。专家说了，嗯，抽20根烟，啊，等于一盒。
您琢磨多有道理啊，要不人家是专家呢。 不光抽烟喝酒也酗酒啊，我就喝点，经常喝酒啊，对，喝酒身体对身体不好，是吗？老话怎么说的，嗯，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啊。对，这是你不能老喝酒，老喝酒对身体那能受得了吗？嗯，对不对？得癌症，食道癌，嗯，知道吗？食道癌，这现在就有了吧？啊，食道癌，对不对？几个月了？什么叫几个月了？几个月食道癌没查出来，不能老喝。啊，对，不光自个儿喝酒，还泡酒啊。对，弄大坛子，嗯，大坛子里边养生啊，泡那药酒都放那个好药材啊，对，名贵药材，对，什么那个人参。哎啊，分产地鹿茸，对啊，什么那个还有冬虫夏草，呵，名贵呀，貂皮，对，对不对？哎，你先等会儿，我放什么貂皮？不是，这玩意喝着暖和，这喝放貂皮，我穿上好不好啊？那都泡里头了，好，全是名贵药材，封好了，封好，上面自己写字儿，啊，拿笔写字儿，写上周九良泡的酒特别好喝。往院里一放，转过头一看少了，让人偷喝了，有人偷酒，他气也不行了，嗯，偷我酒不行，字儿擦了重新写，谁也不许偷我的酒，哼，院一放，一会儿一看少一半，这帮人你说多气人，对，字儿擦了写上，写什么呀？尿桶，没人敢喝了，转天一看，嗯，满了，嗨，你说行吗？这，嗯，对不对？是少喝酒，哎，对，少喝酒对身体好。嗯，还有什么油炸食品不能吃？炸的油炸食品，哎呦，我最爱吃那个薯条，嗯，薯片，哎呦，我最爱吃了，对不对？你少吃，嗯，本命食呢，这方便面，方便，哦，方便面，吃那泡面。我跟你这么说，我有一朋友吃泡面吃死了。您这有点太夸张了，吃泡面怎么吃泡面吃死了？怎么能吃死呢？出去买泡面让车撞死了吗？那跟泡面没关系，你知道吗？反正少吃，这玩意儿少吃啊，嗯，啊！不光吃上啊，你得活动，你锻炼身体啊，对不对？哦，运动。为什么这个全世界都举办那个什么奥运呢？奥运，知道奥运吗？哦，奥运，我听啊。奥运怎么了？奥运会吗？不啊，奥运，知道什么叫奥运吗？那具体怎么讲我不知道，具体我给你讲讲啊。您说说奥运呢？啊，比奥迪多个零啊，没想这包奥运，你知道我自己都费劲，你知道吗？奥运会，哎呀，哦，那是个五环，一喝奥迪是四狗圈儿。行了行了行了，别找我，翻篇了翻篇了翻篇了，别找我，这下一个包袱啊，下一个包袱。您说奥运会，那北京奥运会咱参加不上了，嗯，对不对？咱得参与进去啊，嗯，参与进去，咱学学什么？怎么参与？咱出国啊，嗯，学法语。怎么学法语？法国明年法国巴黎奥运会，哦，马上开幕了，马上开始，你得学法语啊，对不对？嗯，要不到那儿你参加奥运会，你跟人怎么交流？哦，没法跟人交谈。对不对？你不，你最起码你得学点口语啊！啊，口语交，哎，交流就是日常用语，哎，日常用语。哦，学点，嗯，学英语不能吃蒜，为什么呀？你吃一嘴蒜，你到那儿你跟人家，万一法国总统接见你怎么办？哦，马克龙啊，嗯，叫马卡龙，马什么马卡龙干嘛呀？法国总统饼干是怎么着啊？法国总统什么龙？马云龙。孔云龙干嘛呀？升得够快的，好家伙！孔云龙，马克龙，马克龙，对，你见马克龙，嗯，一接见你吃一嘴蒜啊！马克龙那这你一嘴蒜，你人受了吗？人美国总统 ，no， 这是什么味儿啊？那受得了吗？这马克龙是什么味儿呢？这是人受不了，说话什么味儿的？那所以不能吃韭菜，你到法国你不能吃韭菜，韭菜也不能吃。对，你吃完韭菜，好家伙，牙上挂二斤韭菜。那刷多少？挂二斤韭菜啊！受得了吗？多大牙缝啊！你看着难受，不礼貌。哦，我不行，不能，对不对？嗯，嗯，你学点英语有好处，是有好处。嗯，你到了法国，到法，你去过法国吗？我没去过，没去过。那好办了。我你要蒙我是怎么着？我前天我去了，为准备奥运会，参加奥运会，我提前那演练一下。提前我去了。哦，到那之后落地，你跟咱这一样。怎么一样啊？一样，也堵车。
啊啊，对，也堵车，好家一堵车，你他们那儿法国堵车饿死过人，你琢磨会饿死过人呢？一堵堵三天，饿死车里了，傻小子不会下车是怎么着啊？下车买旁边的车撞死了吗？啊，就是你那朋友先去的法国是吧？哎，你这人那儿也堵车啊，对不对？一样，啊、是车辆密度大，容易堵上，跟咱这一样，对不对？啊、到那块之后，你得先点餐呢，啊，吃饭吃顿好的、啊，点菜是吧？啊、点菜，到那之后我先点菜，嗯，拿菜单一看，傻了，怎么了？一字不认识，啊，人都是法语，那咱不能陷那儿啊，对不对？啊，这怎么叫陷？服务员叫过来啊，哎，哎，这。去点八个菜啊，您真是点菜呀，点八个菜啊，点那儿您慢点啊，嗯，大爷说没事我快不了，我还沉浸在那个点菜里头呢，嗯，说哪儿 大师傅已经去后厨了，慢点大爷，说哪儿了啊，就点菜点菜点菜、嗯，点八个菜，点八个，点八个菜。嗯，服务员一会儿上来了啊，端上来了，端上来八个菜、嗯，啊，西红柿汤，嗯，鸡蛋汤，黄瓜汤，八个汤，喝一水饱，那边服务员都纳闷儿，这也在沙漠过来的吧？好家伙，多干渴呀！咱也不知道吧，好像都那汤都跟一叶上。废话，点八个汤那不能浪费了，喝了吧？嗯，一毛巾八个汤我都给喝了。嗯，喝完难受了，怎么呢？好家伙！你这内急呀、啊，因为八碗汤啊，哦，好家伙，你上厕所呀、啊？你找不着厕所？是法国没厕所？哦，您琢磨，嗯，啊，没有厕所，没有公共厕所，没有，哦，怎么办？上酒店，回酒店，回住的地儿，住哪儿？上酒店，哦，打一车吧。一上车，人也不会说中文，嗯，我也不会说法文，嗯，上车，大眼对小眼。我说憋得不行了，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人说，怎么办呀、啊？嗯，他也不明白我什么意思，嗯，实在不能，坚持不到了。哦，我一看怎么办？余光一扫，嗯，他这车上有一空饮料瓶子，你要干嘛呀？我给他变个魔术，拿起这饮料瓶子，我说。瞬间我给它变满了啊，这样拧上这瓶，哎，怎么样？好家伙，给他乐坏了，是人还乐呢啊，嗯 ，Go home 啊，让你走，那意思就是滚，啊，翻译成那个普通滚犊子，嗯，这意思。那你下车吧，没到酒店呢，嗯，我手里拎着这个，在马路上，这找不着垃圾桶，人那马路上没垃圾桶。我扔哪儿啊？太落后了，找吧，拎着这个，人那边过俩警察，嗯，看我这鬼鬼祟祟的，不知道干什么呢。说法语啊？哦，指着你。咱也不知道说是什么，我这那一看这意思，怎么这法国警察要催你是什么？让我站住呗！啊，让站住呗！我拿着瓶子，啊，询问你一下，我就跟被点了血似的，我站着啊。他指我这瓶子，这是树吗？哎，对了，怎么法国人都、啊、老有这个味儿啊？是，回来了。一看就是菜做好了。走的不快，菜做的挺快。嗨，就七个鸡蛋汤，有什么过慢的？人家，哎呦，找不着座了。哎呀，忘从哪儿来的了。啊，得了，您慢点，没事，我等您，啊，马上，不是您坐好了我再说，因为我怕什么呀？我怕您听不着那个精彩的，哪有精彩的呀？哎呀，够逗的，哎，嗯，说哪儿又忘了，您，嗯，哦，法国警察，哎，哥，您客气，嗯，您这票买值了吧？嗯，买值了，刚才您。您做饭那会儿，我还说一包会儿，我再给您说一遍啊。行了，照不过来，每个人都得说一遍。拎着这瓶子，嗯，后边来俩警察，嗯，我跟车里啊弄一瓶子，可以了还。我给大姐解释一下，要不他听不明白。弄一瓶子，那边我憋
懂啊哈、哦哎、啊弄一瓶子大街上后边来家人警俩警察嗯这是树莓哎树莓这是树莓我也说嗯咱也不知道大概人说的是法语啊对法语我自己理解这是什么对法语都带着驴肉味啊我怎么跟人说实话实说呗嗯尿嗨这人能听懂听不懂对、啊、听不懂尿尿啊尿尿英语那个什么那个啊 salt water 什么词儿啊啊尿直你直译过来是吗不是 salt water怎么跟人说呀骚水是怎么着就是骚 water 啊人那警察一听 water water 人那时候安检跟咱一样嗯你这手里拿着万一汽油呢对不对嗯啊安全隐患啊那怎么办呢让我把盖打开哦不是 no 对了 no 啊对不要冒这个风险对因为骚、嗯、啊我们这儿正争执呢啊过来一个小警察是这警察懂中文哦这好了救了我这行了救我、嗯、哎呦孟老师哦还认识您德云社说相声的、哎、是不是这好办了对对对对是我是我是我这行是哎、嗯、这产生点误会你快快帮我翻译翻译、啊、解释一下吧、啊、没事人问你这拿的是什么啊刚才那俩不认识我还好说啊这认识我就我说酒请大一明星拿一瓶子尿逛巴黎大街去37度的啊对体温那个度数、啊、哦那没事那个您把这给我吧给我盖儿拧开了那个这个人他跟人说的法语这是酒那意思啊人那意思说让我喝一口啊莫老师您张嘴No, 喝不了。嗯，好家伙，让我大街上喝这个，嗯，那哪受了？造成了不少误会。是啊，咱不光这个，到了那儿去了之后，你说我得想辙呀，咱干嘛去了？嗯，参加奥运会是不是？对，参加奥运会，咱得参加什么呀？什么项目？不能光看、哦，对不对？干嘛？你还比赛的呀？你得比赛。这你行吗？参与进去吗？你那锻炼健身呢，锻炼身体啊。成吗琢磨半天嗯我干点什么呢干嘛呀看人奥运会那玩那个什么高低棍那个、哦、高低杠、啊、高低杠 啊对高低不是那单杠啊单杠、啊、单杠运动员上去之后、嗯、运动员太笨了下边还有一往上拖的啊那是教练不是这我能来啊哦就是往上拖、那个、上边那段那来不了这我能来啊哦你当教练、啊、我还能激励他们怎么激励他们拖上去好好练 啊不好好练裤衩给你扒下来对什么教练这是、哎、啊让人练不是这怎么激励人家呀激励你光屁股的怎么转对不对上哗转慢一点都看见了哎对了但凡要点脸子不能下来这多好上面转后来一问不行咱们你这玩意儿你得考教练证啊对废话教练证不行啊不琢磨我干什么呢还干嘛跳水啊这行这成啊啊这好家伙站在这往下跳不就完了吗嗯对不对我看人那个专业的那个跳水运动员人从那个10米跳台嗯往下跳然后空中转体2天半对不对而下来上吊去了是怎么着怎么着2天半怎么说的那叫2周半用得了那么长时间吗什么那么长时间干嘛呀那也半个多月呢不是2周不是2礼拜你知道吗2圈两圈半对还不从那儿唰下来嗯我这行啊这玩意儿你这咱见过呀、啊、对不对那狮子林桥那儿那老头跳比他们好多了这老镰道是吧哎不对、嗯、咱见过这个咱也练、嗯、正规场馆不让咱去嗯没关系您去哪儿跳河呀、哦、对不对咱也像那狮子林桥上大桥上往这跳、嗯、哎站好了嗯站桥多那上是这咱学过这个一位手哦这还准备动作二位手嗯
三位熟，四位熟，啊，准备往下跳，还挺专业。这位摆摆好了，一位熟，嗯，刚摆好一位熟，嗯，过俩警察，对，直接给我摁地上了。干嘛逮你啊？我也不知道啊，什么罪过、啊？沟通不了，不就跳个河？好家伙，不管摁我啊，给我弄警察局去了，又直接给我遣送回国了。又怎么回事啊？我到国内我才发现啊，就是听人说的啊，说那叫什么什么随地大小便未遂。对，好、啊、人以为你这是尿尿呢，啊，拿我当王九龙了哈。行、啊，这不让说是吧？好家伙，你回来也得锻炼呢，嗯，对不对？我等着，我等着看奥运会开幕式。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我就没等上啊，没赶上，对不对？我天天晚上，天天晚上我那熬，熬好几宿，干嘛呀？大眼瞪小眼等开幕式啊！后来家里人劝我，嗯，别等了，还半个月呢，不疯了吗？这不啊，回来锻炼。嗯，后来发现了，你先跟周老师一块玩，我，你别瞧不起这个没屁股的臭虫。对，这叫什么话呀？人练得好着呢。啊，我还行，比我练的多。对，没事跳绳，哎，对，跳绳，对吧？跳绳，哎，对，有氧运动，啊、打篮球，对，哎，踢足球，游泳。你看那会儿我怎么干什么都跟跳绳似的呀？运动就你动作比较单一嘛。啊，对，我太单一了。弹钢琴啊，人都来啊，行，都来。不是不光健身，后来我发现了，什么长寿？长寿就是心态啊，对，心态得好，不光锻炼。他人心态好，是带着这帮师兄弟们一块采摘园采摘去，哎，出去玩去，出玩你那也锻炼身体，哎，放松，对不对？嗯、采摘园采摘，这帮人好家伙玩疯了，啊、哎，快洗洗我这苹果啊，刚采的，刚采的采的苹果，哎，洗洗我这葡萄，嗯，刚采的，刚采的葡萄，哎，洗洗我这草莓，刚采的，刚采的，他过来，哎，洗洗我这鞋，嗯，踩屎上了，玩啊，我这玩屎去了，采摘嘛，哎，好锻炼，我们走哪儿他都锻炼，啊，哪儿锻炼，我们出去演出去，在人那个大酒店，嗯，住酒店，早上起来锻炼完了，坐在酒店一楼大堂运气。我这运什么气呀、啊？运气，这么好的太阳，啊，都浪费了，不起来锻炼啊，跟屋里睡觉。那我干嘛呀？这太阳多好啊！嗯，晒晒太阳吧。哦，晒太阳，啊、日光浴，来补补钙。上酒店顶楼，顶楼，上去之后，晒晒太阳，没人。我找谁呢？我这牙还脱了。晒日光浴啊！对对对，得脱了晒，西服，嗯，坎肩儿，穿的真板正，嗯，衬衫，光膀子了，嗯，跨栏笔芯儿，哎呀哈，还有一个呢，毛衣，对，你先等会儿，毛衣穿里头啊，你就喜欢那种扎扎的感觉，哎呀哈，哎。还有呢，秋衣，哇，这还能使吗？这，我歇会儿，放那儿。我这，你先给我放下，把手放下。怎么了？我这是什么呀？这是对呀、啊，护心甲。你怕肚脐眼着凉，弄着护着前后心。好啊，前后心，哈哈，这是前后心。哎呀，那么玩是吧？哎。晒太阳嘛，对不对？日光浴嘛，嗯，晒就晒透了，脱裤子，大皮裤，毛绒裤、秋裤，啪，一摔，这秋裤是皮的，是怎么着？刷就是怎么还啪一声啊？出汗了，刚才锻炼出汗了。哦，嗯，裤衩。皮裤衩儿，这是一丝不挂，我全裸了。我这逗弄谁呢？这是，不是逗弄，看看有没有人啊？哦，对不对？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行，歇会儿，别喊了，行了，再把人喊过来。我再卖几张票，我再没人啊。没人没人
躺这儿晒日光浴，哇，往这一躺，嗯，刚躺下，楼梯脚步声噔噔噔噔，服务员上来了啊，有人来了，服务员一上来，好像周老师趴着看着，一拧身不是趴着啊，也算打那重要部位了。服务员一上来，周老师，嗯，你这干嘛呢？干嘛呢？管着吗？对呀、啊，管着吗？日光浴知道吗？晒太阳呢？不是日光浴我不管，怎么呢？您挡着我们天窗了，啊、去你的！